那个孙教授是在旁边住吗？对啊。对，他现在人哪去了呢？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有没有听到昨天的声音？没有。没有听到是吧？就是他现在去哪儿不清楚是吧？不知道。老伴儿呢？不知道，我没出去的。他平常他跟老伴儿住在一起是吧？对。那他现在去哪儿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走的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都不知道是吧？ 那他就是有没有给你留个什么话什么的？没有。是吧？以前他走了的话，会不会托付给你什么事情？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有的时候有是吧？一般他去的去哪儿呢？我不知道。他也不说是吧？哦，你了解他的情况吗？了解。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下面，有时候没有。一般上不上来呢？他们？不上来。就是都在下面是吧？对。 但是好像他发过视频，有的时候他们搬个长椅在这上面也有。那个您注意到了吗？那不知道。是吧？